没有那么焦虑，非常非常焦虑，因为我此生我突然觉得我能感受到至少一个内心。我入行以来真的没有化过这么浓，我是非常紧张，还不是只有紧张，只是没穿内裤。有，没穿内裤啦，有啦，我检查，有啦，有啦。等一下，你不要太紧张，流穿了，你等下流汗怎么办？哎，我们这边眼泪已经出来了，你们真的吗？我先清醒一下，我是谁？我在哪？我怎么会在这里？哇，你好亮哦！这我一个女生。哇，你还是好帅，我还是喜欢你。你确定是？你口味很重。你是喜欢我哪一部分？你可以讲一下。就是你变怎样，我都很喜欢你。真的吗 ？Kills me， 这是垃圾袋耶！这是要叫我去资源回收吗？为什么要垃圾袋？太过分了。哎，真的是伏地魔哎！你真的很紧张，你的手一直握在那边。我一直握着，你要不要放心动？这个哈其实是用的是烟熏的妆帮你盖过去。现在就是在晕剑，我在晕那个眼影的部分。啊，有我的心，这就是我会化的妆，我就是会化那种网红的感觉。我最担心的是那个假睫毛，我很怕用到眼睛，我就会很紧张。可是你看我的假睫毛，我的假睞毛是没有戴在眼睛上的，你有发现吗？所以你是在睫毛外面，就是阳台外推的概念。你干嘛？对他的假睫毛，你干嘛过来啊？对他的假睫毛会跟你一样这么多吗？戴在外面。所以你看现在画这是什么东西？我在帮他盖住那个原本的肤色。你是盖住我的怒气吗？你是故意用这个？你有感觉到我在顶你吗？啊，眉毛歪了啦！动，对啊，你一直动眉毛会歪。他好像被家暴了。你是有底色还没好，把它线给拉出来，要把后面的一些化掉，这样才会让那个感觉很干净，对不对？没错。要把那个轮廓线拉出来，然后我们再等一下再来画眼睛中间打亮的地方。一般是画3小时，现在是加速版。对，现在是加速版，我们就是没有要管。所以今天你们有带那个卸妆吗？没有啊。哎，你要想，我们平常都是这样子出门，这样回家，哎。对呀。对啊，我们还这样睡觉嘞。对。隔天还要继续表演不卸妆。可以等一下回家回家。我等一下门口直接叫车。哇，你可以演 BL， 然后用这个妆。这应该就不是 BL 了。就你有化过这么浓的妆吗？从来没有。有，这个型出来了。哎，你很会画，我也想帮他画，我完全能够理解。因为你是变装皇后啊。不是吗？我是等一下。你看你的指甲。我的指甲。你是变装皇后。我现在好奇的是，苏汉还好吗？苏汉哦，苏汉他很棒啊。我怎么在我手一直在？对，你的手真的一直。你就放松了吧。我先清醒一下。我是谁？我在哪？我怎么会在这里？我怎么觉得我的眼皮上面有两个窗帘呢？它一直让我的眼睛打不开。对，我眼睛也打不开。你还是好帅，我还是喜欢你。你确定是？你口味很重。我其实就是很。你是喜欢我哪一部分？你可以讲一下。就是你变怎样，我都很喜欢你。帅啊，盖不掉他的帅气。直接告白就对了。所以我从今以后就要带这个妆跟你碰面。你不管怎样，你怎么样，你就算变成。再化家妆，我都还是会爱你的啦。说汉姆为什么有一种就是说不出来的委屈？因为你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哎，他很漂亮哎，他很白人，你的这个亮真的是我超爱的。他已经失去灵魂了，我灵魂不出来吗？你那个。我跟你讲，他后面这边做的，他的毛发这边遮得很完整，你真的很白人的美耶。不是，我们现在你是想要把它试穿干嘛？好，而且我们现在是属于半套，对不对？是的。你们可不可以让我们要改就改整套？对，没错，我们需要就是他们还要进去换服装。我们有服装，服装对，你们还有全身打扮成完整的 drag queen， 就是要一个100%的完整性。而且我是要有气势的哦，因为刚才在化我妆的时候一直在讲说我们这个妆容是属于那种有气势有个性，没错。那我的服装在哪里？别的袋。Excuse me， 这是垃圾袋耶，这是要叫我去资源回收吗？为什么要垃圾袋？还有报纸。为什么垃圾袋很特别？低成本，用垃圾让你妈妈。
太低了啦！妆化成这样，然后要低成本。车贷。哎，等一下，我跟你们讲，你知道你们看那个库伊拉的电影？还有乱蛋。他有用那个垃圾袋、垃圾的报纸，把它做成一个非常时尚的造型，对，也很漂亮，对啊，要考验你们的那个时尚感。而且我前天在伟哥的戏是琉璃台，对对，太过分了，这个是琉璃台，那个放在那个储水桶吗？那个储鱼的，抓储鱼的。这个可以变成我们的服装，你确定？我也不会，还是你们自己也不太确定，对不对？你很美，真的很美。没关系，你有头发，你很美吗？你靠脸。他真的其实跟我一样。你们靠脸，我们靠拳头。武力都硬了。拳头，你看他都这样打人家。哎，你就走姐姐风，你真的就是那种出去的那种姐啊。对呀、啊，看到你就想要就是对，你要跪拜一下，你就大家跪拜你，然后就是扫桌不听话，你就是要扫桌那种姐啊，你的气势会有啊。你们是因为我的胡子的关系吧？而且你的鼻子已经飞到前面去了，鼻子太挺。对呀、啊，好了，那就交给你们打造一下了啦，好不好？现在呢，他们已经做好了服装打底，对，觉得怎么样呢？现在他们气势越来越出来了，然后那个轮廓开始就是越来越有那个扮装皇后的感觉。我已经感受到他们的那股非常强大的魅力了。对，哇，好骚，真的很骚，对啊，你看。好的，我们现在看他们，哇，好漂亮、哦！你确定是气势还是气出来的？真的，你们两个很美，你还是一样，就是掩盖不住你的帅哎。确定这样还有帅，还是掩盖不住胡子？对啊，而且你这分析是盔甲，就是但是正装哎。我觉得我有点像贵妇的感觉，人家都是貂皮，貂皮，对，我是垃圾袋。有你这个盔甲，我觉得还蛮美。这个艺术成分非常的高，而且你嘴巴的那个亮度是我爱的。我现在是整套，现在是同一色系的，可是现在还有要放更多东西。当然，这是一个初步的打底。哇，这很漂亮。那你哦，天哪，你真的很英国风哎。没有，他不是英国风，他是奥运风。我是跳水选手。他说他说他要去跳水了。真的，你是跳水芭蕾。对，就是很我的感觉。对，你这两个就是姐妹啊，你们两个也是姐妹。对呀，来，真的很姐妹耶。我好像他妈哦，从这边看。可是他这么油，就又有点像那个穿蓝胸。什么意思？大道什么意思？尊重，有，他有，我是武士吧？对对对，是有武士胸脯那种气势感啦。好的，拍照。哇，好，他现在这是垃圾袋哦，我给大家看一下，他这是垃圾袋。帮我帮我。来喽，吸气哦。好，拉起来。哇，这哇。你那个胸是干什么？我们才是从先露一下上面。哇，你那个胸是真的吗？我的胸是当然真啦。这个胸带勒出来。你是现在拉起来？胸肌勒。对，肩膀都是真的。你这是在拉起来耶，把他的那个，对啊，那个腰给拉起来。对，其实我们里面也都有，你们都有个马甲。对，所以我现在已经穿了不知道几个小时了。哇，马甲要拉起来，腰才会瘦。对。哎，你说拉起来怎么样？感觉怎样？还你要吸气，吸。感觉吸气只能吸到一半的感觉。你不要忘了，你是英国的贵妇，英伦下午茶 ，OK？ No problem。下，来吸，吸起来，吸紧一点，可以。哦，他帮你绑好了，很棒，不用吸了，放松。所以今天的概念是什么东西呢？应该是走一个晚礼服，黑色晚礼服的概念。可以。我由衷的敬佩菲律宾，因为从头到尾我们都只用垃圾袋来完成整个服装跟。整个造型真的是为艺术牺牲耶，大伟哥没有牺牲，真的吗？是为了艺术而死亡。助理，救命！许相逢，一个人好难哦。哇，他这下面是垃圾袋，然后变成你的裙摆，好酷哦。然后你这个马甲超美的，你的腰身已经出来了。但我觉得你的胸，要是我再多长几个罩杯，应该就有那个丰满的效果。我觉得对，你要再多长一点，漂亮哎。然后我要帮他用报纸做上衣，这是我刚刚折的。好，那你帮我塞这边。
哇，这个好特别哦，这真的很你很贵妇哎，真的是我懂这是什么意思。里面的是素中是有穿过吗？没有，我也没穿过啊。真的吗？对，他们说是小可爱啊。啊，对对对。但我穿起来好像素胸啊。一整套真的只要用这一代而已，其他都不用吗？主要黑色，然后等一下会用一些比较银色材质的。这就是那个柜子。然后这边在雷 Royal 哦，在雷霆，他们说是小可爱啊。对对，但我穿起来好像束胸。我对你已经很好了，你看又有人要来帮你拉更紧。没有，这样才刚刚好。真的哦，这样才会有那个刚刚空间是塞满。好险，我刚刚中餐没有到，吃很饱。地震在得什么东西？哎呦，这个要把那个好的阿兰哦装进垃圾袋塞袋子。阿兰就是这一集的企划，真的吗？对，我用两个，要用两个，对不对？哦，感觉可以想象出来那个画面了。感觉上围哥这个背面感觉很适合要吃什么精忠报国。哇，这是粘什么东西啊？双面胶。我想把它粘紧，就是哦，我懂，这个真的是整个就是很贵族的那种衣服，它才不会散开，就是一种蕾丝的感觉。对，蕾丝感，蕾丝感。先拿麦克风，它这样拿，感觉你这样就算是有点蓬裙的概念，上面马甲，然后下面是蓬裙。我手指甲好漂亮。我知道。上面马甲，然后下面是蓬裙。多层次，对，而且很多层次，对，很多层次。这是什么？什么心情？对呀，你已经有感受到我的心情，很复杂，五味杂陈。你要把那个五味杂陈的心情变成那个气势。是，对，我现在一直在调整我的情绪、心态。阿哥，你这个看起来真的很漂亮，我很喜欢你，真的好。好英国，真的，你很可口。等一下会有假发，对不对？来了来了，哇！而且你这个很有艺术概念呢，对，很垃圾风，这个真的很不错。哎呦，越来越华丽哦。对呀，而且一开始感觉不出来它可以就是这样子设计，气势快出来了。变装皇后，这个姿势好像不太对哦。这不太对，是不是？会曝光。接下来会很辛苦哦。啊。为了要打假发，一定还要。缠胶带，这头发不掉一点点，还好我发量算多。哇 ，Baby， 你在帮他什么？现在在做一些裙摆的部分。哦，裙摆，没错。先把它做成有层次的感觉。答对了。哇，有充气，哇，好有气势。我们后面是一些厉害的垫肩。我的垫肩也太大了吧？头不要转，你现在有没有想要推桶高啊？来不及退了，来不及啊！啊啊啊啊！不要这样掉了。而且我是一个晚礼服的概念，拍一下我多层次的裙摆吗？啊，有没有？裙摆呀，小鸟。喂，怎么可以拍我裙下的风光呢？是粘的吗？这个非常的有一朵一朵像花瓣的那种打开的概念，很多层次。哦，我等一下，我后娘娘，你是不是也想来？后面有没有办法放一下？我后面好痛哦。对，因为我现在头没办法回正。剪刀，你气势要出来一点好不好？不要那个痛苦的表情。你帮我扣一下，正吗？这样子，这很像。哇，好好看哦 ，Lady Gaga 哎，我的天哪，这有点黑云罩顶。你的好有气势，我喜欢。我现在很喜欢放这边的。菲律宾很厉害，全部都是用垃圾袋。我觉得很好。从前面吗？而且你用空气。等一下哦，我拿。天哪，就这个有我的感觉，这个有我的感觉，这个好棒哦。太自拍。好有我们的风格哦。对，你们在问。你是我们的女儿，拜掉妈妈。你下次参加红毯典礼的时候可以穿这一套。我喜欢的，我跟你一起走。我们两个人打扮成这样。打扮成这样。对。什么意思？我要用白色，你用黑色。菲律宾，你这个很棒哎，这个概念好棒。是的。菲律宾果然是名不虚传。Hello。
所以他的 attitude 应该是怎么样？他的态度优雅，贱。要优雅，要优雅还是又优雅又贱？又优雅又贱。来试试看，你是演员呢。优雅又贱，又优雅。哇，这个很难的。演员呢，快。优雅又贱，来。有，刚刚有一点。糟糕！会碾我的胸毛。他是我心目中的男神，好帅哦！为什么我正常的时候你不这么讲，然后化成这样的时候你才这样？我还是觉得只要你都会觉得很潮很帅，真的很。你怎么哎，男性你都觉得好漂亮？我们叫水上芭蕾，看任何人都不屑的那种感觉。那可是他这个。很搭，这个发型的颜色跟，因为他皮肤本来就很白，对啊，要不要再等一下？因为他很搭，他这两个颜色很好看。我觉得你这个下去匈奴的蝉鸣，但是又加上了一种皇后的贵气感，是这样子吗？对啊，匈奴就是哎，他是不算匈奴王哎，也是皇哎，匈奴后吧。对啊，你这个很棒，我也喜欢匈奴。你好像弄只乌鸦，在肩膀上来弄只乌鸦，真漏气了，他菲律宾真漏气了。破洞了，救命！这个漏气了的。不行，用嘴巴吹，我吹，帮我拿着，我吹。哦，你吹起来。我吹。你们可以不要在我身上轮流吹吗？我觉得加上这个珍珠项链之后，就感觉又不一样了。来，走一下。要夹紧，然后哎。对。第一个出场的时候就是要一种啊，对，已经准备好的感觉，然后走的时候交叉，肩膀要挺，对，肩膀平是不是？他屁股要扭是吗？对，屁股要扭，屁股要有点扭是不是？对。各位观众朋友们，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废话不要多说，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2021的抓鬼时尚大秀。好啦，这边啊，是，好美哦，哎，很厉害耶，我觉得这个气势不一样了，整个就是美到翻天呢。是。你看那个脚步，他们好漂亮，好夸张，怎么办？你会想给谁改造？这样看完之后，其实真的很难选，因为另外一边是公主风，然后另外一边是女王这样，对啊。你那个是女王啊，你对啊，残余的匈奴王，为什么又是残余？对啊，哎，代表他很霸气，至少不是处女吧？哎，你这红头发，我真的觉得很喜欢，很漂亮，我自己越看越喜欢。对，而且你的身上超 bling 的，你的这边很厚重，你那个贵气跟整个气势都出来了，而且好高。然后我看完我们那个在那个 monitor 的这个画面之后，我有一句话可以跟你们两个主持人讲一下吗？好啊，你们两个可以下次来可以带妆到吗？你们跟我们比起来根本就是素颜嘛，是不是？多人来宾啊。对啊，你看我们今天那么隆重。可是我怎样都很爱你，我觉得你还是挡住你的这个男子气概。我很难选，我只能说我真的很难选，因为其实我是蛮喜欢菲律宾他后面的这个的创意。但是如果我给菲律宾画的话，我怕我那个整个的霸气感会很重。但是我又很喜欢你这边的这个女人味，因为你整个你知道吗？你当你男装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你怎样？尊重一下，尊重一下。男装的时候就不讨喜，不想跟你讲话。可是你现在变这样子，我觉得他。很贵耶，你整个很价值耶 ，expensive， 真的，我觉得是我的话，我想要变更女一点，因为我平常我已经够那个了，够凶狠了。这个我觉得，可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少伟哥这边，哦，因为会有那个气场。对，然后我特别喜欢少伟哥的那个胡子。哦，什么？我们要保留他的特色，因为我觉得有保留你自己的那个特色，然后我觉得会让那个性别是流动的，哦，因为不管你有没有胡子，你有没有你都是。
做自己，这样就是不管是男是女，这个东西性别是随便你想要怎么变就怎么变，没有这个硬性的规定。对，所以是代表说这是一个大家我们自己是什么样子，自己想变什么样就可以变成什么样子，对，就解放。对，对，所以你也可以变成女生，你很适合。我觉得你很漂亮哎，我觉得你那个同事游行的话，我觉得我要福尔摩莎邀请他去，棒。他要抢我们的工作了吗？这是我们的市场，不好意思。我一整年就只有那个活动。那我选他们，我很喜欢那个粉糖好两姐妹。我们是这样，我们三姐妹，我们三姐妹。那你们呢？不要理他们，好奇怪哦。对啊。好啦，但是我不得不说，我觉得菲律宾它真的是一个，因为它是原住民之花，所以我觉得它就是让那个就是很所谓的那种图腾感啊，还有所谓的一些民族风，就是让我们感觉到更新的那种时尚的那种原创感，所以我也觉得我也是蛮喜欢它那里的。谢谢。但是我要把我的那个锐气我要消灭掉，因为我觉得这样子这个男人比较会来，但是你那里就姐姐风，就出去要扫桌的，就旁边都跟一堆阿梅一样。是你平常在做的事。我想要改变一下我的这个新的 style，对，是我要这个雷福利这边。欢迎梁思璇。对，菲律宾，谢谢，谢谢。好的，大家记得去收看《女人我最大》，然后记得 follow《女人我最大》的 YouTube 频道，还有分享、订阅加开启小铃铛哦。如果喜欢的话，记得按赞然后留言哦。对，还有记得要支持 Drag Queen 哦，一定要支持变装皇后。耶！订阅哦。